最近呢，感觉那个腹肌腹肌啊，硬硬的啊，腹肌硬硬的啊，我看到现在的肺炎啊，来去核电厂，在搬迁，在搬到核电厂的那个肺炎啊，壁很厚啊，壁很厚啊，很结实啊，现在那个肺炎壁很厚，很结实啊，很结实，也很笨重，现在我腹部啊，也就是。体现了这个症状啊，壁很厚，很结实啊，碰上去硬硬的啊，要把那些，最后要把核电厂的那些整体要搬到肺里里面去啊，要整体要搬到肺里里面去啊，所以，整体搬到肺里里面啊。然后这个时候。近这段时间呢，北京啊，在核电厂那边看到地球是怎么操作的啊，看的过程就把它自动记忆下来，像程序一样记忆下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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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以后由变形金刚来操作了啊，进了飞碟以后啊，由变形金刚来操作了啊，然后让它继续发电。让它继续发电，按照地球的原来设计的方案继续发电，发电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发电的时候，然后继续建那个火力发电厂，火力发电厂建完以后，正常工作了，那么费力就把，整个核电厂就移走了啊，带走了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这个明年就这样结束了啊。是不是啊？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地球人的话，不但解决了大问题，也节省了，好多，节省了时间，又节省了，很多金钱。你像那个核电厂，如果他们不建了，又重建，要浪费多少资金呢？又浪费时间，又浪费金钱啊！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节省下来的钱呢？节省下来的钱应该要比那些什么，世界的首富，还要多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，再见，再见。